没有天时地利，我要如何遇见动听的你，深得人心却又如此捉摸不定，还是想靠近暗自的窃喜，引起你注意，不假掩饰的小情绪，透露爱的讯息，说喜欢你变到有点腻，其实真的只想说明我的在意，谁家染过的风都变甜了，心脏还要怎么负荷你的笑呢，被你自然化的梦醒不来了，幸福哪怕多点曲折，牵你的手依然是我，依然是我，小乔，吃饭了啊。哦，来了。哎，对了，小乔啊，阿姨问你，你昨天怎么一个人在外边溜达呀？啊？那你家住在哪儿啊？你出来这么长时间，你爸妈知道吗？我家是东海市的，我是离家出走的。离家出走了？可以啊，小子，看着弱不禁风的，没想到还是个硬茬啊。这是什么好事吗？真是。能不能跟阿姨说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啊？啊？我爸爸妈妈很久都没回来了，我生日他们也不回来陪我，都说忙。那你爸妈肯定都急疯了，说不定啊这会儿都报警了呢，赶紧来给你爸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。打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您是哪位？说话说话说话呀你。喂，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是海口第一中学的那个语文老师，我叫林美丽啊。你们家这个小乔啊在我们家吃早饭呢，刚才我一问他呀才知道孩子是离家出走的。什么？一白离家出走了？一白离家出走？那个阿姨昨天才发来消息跟我说她去同学家玩了，这怎么就离家出走了呢？这个具体原因呢等您来接孩子的时候亲自问他啊。我刚才问来着，孩子不想跟我说。哎，小乔，来跟爸爸说两句话让爸爸放心啊。我很好，你们继续忙吧。林女士是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是我是我。是这样的，我跟一白的妈妈现在正在国外出差，一时半会儿走不开，要不然这样，您给我一个详细的地址，我让阿姨去接她。哦，不，我不要保姆阿姨来接我，要是她来接我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别，先坐下吃饭啊，坐下吃饭啊。等吃完饭啊，让余欢带你出去玩啊，吃吧。你看这孩子啊，估计是跟父母置气呢，他不想让阿姨过来接他。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我让这孩子呀在我们家再多住两天，等你们两口子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了再过来接他，行吗？好的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好的，再见。这孩子平时小打小闹就算了，这还离家出走了。不行不行，这项目一结束我马上就回去。好吧。哎呀，小乔啊，
地址我都发到你爸爸妈妈手机上了，等他们回来呢就过来接你，行不行？我才不要他们来接我。多大点事儿啊，看给你难过成这样。回头啊，姐姐带你去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美然，我明天就要开学了，我去迎新，要不以后我们配音的时间都挪到每个单日的9点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么巧，我也要开学了，我没问题的。太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我有些事情想问你啊，9年前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好人好事之类的？美人，这是在考验对手的品质吗？我从小就建议你行侠仗义，扶老奶奶过马路，捡到一分钱都要交给警察叔叔。你说的是哪件？果然是金鱼脑袋，全都忘记了。我的电脑只剩98%的电了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明天晚上见，拜拜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咱俩马上就要被拍死在沙滩上，那可说不定。女大三抱金砖，说不定这些学弟呀、就喜欢学姐呢。那是你的学弟，又不是我。哎，倩倩，有缘千里来相会嘛。你要真跟那个小哥哥有缘的话，总会再见的。我都守株待兔这么久了。兔子没等到，或许兔子真的只是路过吧，那也说不定，没准哪天兔子自己送上门来了呢。哎，但愿吧。小小小小，兔子找到了，真的是他，在哪儿？你说的对，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的。哎，宝宝，进暖气的车。进暖气的同学，下来这儿给新拿行李，然后在这里缴费。后面的同学可以先缴费啊。同学。同学。走了。你没事吧，同学？来这边。哦，长得好看就是好啊。刚开学就有学妹往学长怀里扑。走。哎，欢欢，那就是乔一白。你等等，我去问问采访的事。哎，人家正忙着迎新呢，你现在过去肯定拒绝你啊！想什么呢？说的也是。苗苗，思雨。你俩什么时候变这么亲密？前两天不还学弟学姐的叫吗？苗苗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累不累？还好，今天就是有点热。那我帮你买点那个冷饮去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天气这么热，你别跑来跑去。哎，你脚伤好一点了吗？我扶你去旁边休息一下吧。嗯。走。脚还疼不疼？不疼了。好多了。是你？怎么是你啊？真是冤家路窄。看来我们小学妹对冤家这词儿有误解吧？不过学长很大度，这水你要不要？看来我们老学长对大度这个词也很有误解。谢谢学长的水，水肯定特别的甜。谢谢学长。哎，倩倩，他谁呀、啊？
谁啊？鬼知道他是谁。好帅啊。帅有什么用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花痴谁也不要花痴这种人。哦，同学们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教学楼，我们每天上课的时候都要来这边，离宿舍楼也近。这一片啊，是我们学校著名的布谷园，这个名字取自于《论语里仁》里的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当然了，现在啊，也成为我们学校著名的情侣园。学长，我知道，这个海京大的布谷园可是出了名的情侣集锦。同学们，你们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指不定就坏了谁的好事呢。学长，那你有没有在情侣园被人破坏过好事啊？哎，你怎么不回答我的话呀？哎，同学们，你看乔学长这个样子，我估计啊，他是三年多都不知道有这个情侣园这个东西啊。我们继续往前走吧，啊，继续往前走。不行，这边跳的。好的，谢谢学长。这边跳的。同学这边。啊，我快帮吴学领一下吧。稍等。学长，我报完到了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哦，在这领军训服，然后一会儿会有学姐带你去宿舍，没有人告诉你吗？哦，我刚刚没注意听。学长，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接下来如果有空的话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谢谢你上次帮我抓小偷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那学长，我们加个微信吧。我没带手机。看什么呢？我在看你心心念念的乔一白。你说话注意点，我可是有男朋友了。哦，那我重新说，我在看你还没有男朋友之前心心念念的乔一白。没有男朋友之前也没有心心念念，好不好？小雨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只有我，好不好？嗯，哎，你们队长来了。哎，队长，你们都带着啊。谢谢你今天帮我们送水。行了，回去了。小声。哎，玉和，你下午有空吗？怎么了？有没有兴趣看我们打篮球啊？我有点累了，我就不去了。云加油！拜拜，学姐。拜拜。梁队长，你这样可不行。就是啊，你打算孤独终老吗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梁队长害羞。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，看到喜欢的人就会主动出击。请各位新生在学长学姐们的带领下，有序的办理报到手续。骄阳似火，丹桂飘香，你们将是新学年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。海京大欢迎你们，今天你们以海京大为荣，明天海京大以你们为荣。今天可能会稍微有点晚，在十点之前我一定上线。请各位新生在学长。大神是怎么可以把这么软萌的语气用公子爷说的这么撩人的？好了，大神都听你的。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，海京大欢迎你们。今天你们以海京大。那我十点钟再敲。今天这场我已经练得很熟了，不会耽误你时间的。请各位新生在学长学姐们的带领下，有序的办理报到手续。骄阳似火，丹桂飘香，你们将是新学年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。海京大欢迎你们，今天你们以海京大为荣。哎，老邓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老邓啊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去。这么热的天，可辛苦我们小白喽。你看看，他们都晒黑了，可你越晒越白。不是，老师，你有什么就直说吧。哎呀，也没什么事儿，这不就要军训了吗？原来军训是由朱岩负责训练这群小新兵的，他有事请假了。我琢磨着，你是不是当过两年教官？老师，上学期期末的时候，我已经退出军训团了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咱们系只有你是实战经验最丰富的了。这次上级交代了，会派新闻系的优生对军训做实习报道，拍出的所有照片要做成宣传册，
我们尽管系一定不能输。老师啊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。天际斗友，比较向砍击，向前看，稍息。来，各位同学，做个自我介绍。各位同学好，我叫江明，生姜的姜，一鸣惊人的鸣。我的妈妈从小告诉我要做一个一鸣惊人的生姜。真的好帅啊。哇，好帅啊。我可是乔校草，这是360度无死角。苏学长也好帅啊，跟乔校草在一起太登对了，朋友简直是珠联璧合。珠联璧合不是这么用的吧？你这样人还以为我们新闻系的人都是体育老师教的。哎呀，你拍完了没有？让我拍几张。大家好，我叫于哲，多余的余，哲学的哲。我爸爸是一名音乐家，我妈妈是一名舞蹈家。他竟然就是乔一白，咱们学校的两大神级校草之一。我早该猜到像他这样的人可能是籍籍无名之辈，还是单身呢。我听说很快就不是。谢谢大家。到你了。大家好，我叫罗倩，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就耽误后面同学两分钟，办个私事。乔学长，可以留你个微信吗？安静，私带手机，不收。罗倩同学，咱们乔教官呢，虽然脸皮厚了一点，但大家面前还是会害羞的。你先回去，让其他同学先自我介绍完啊，回去吧。其他同学继续啊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吴小小。休息，解散。好。乔教官，手机可以还我了吧？军训期间私带手机本来就有违军规，结束之后再还。等会吃什么呀？行，手机我可以不要，那你得把微信给我吧。我还是把手机给你吧。去。真的，他也太油盐不进了，要不咱们算了吧。我罗倩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，这个男人我要定了。你的那位太子殿下当真厉害，这大月才亡了不多久，太子殿下便摇身一变成了大齐的使臣，各种手段真叫人望尘莫及呀。将军你真是谬赞啊，我们家太子哥哥确实好棒棒呢。太子哥哥能文能武，要不是大月早就已经被老皇帝折腾烂了，你和我们家太子哥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好了，你别输，赶紧把衣服换好，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你的那位太子哥哥。人家不要不要不要，这可由不得你。果然三妹就是怪咖呀。美人，你终于上线了。啊，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无妨无妨，等美人我甘之如饴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的。大齐使臣到。
沈将军，看座。这位使臣好生眼熟，莫不是在哪儿见过？阿修，你觉得呢？去年今日此门中，将军又何必取笑呢？竟是我小人之心了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自罚三杯，向使臣赔罪。使臣不疑，莫不是还在计较前尘往事？啊，竟是我大意了！原来使臣杯中无酒啊！阿修，快给使臣满上。故人相见，阿修竟然不再赴往日云淡风轻了。看来阿修跟太子殿下的关系颇深啊。将军说笑了，晴川已非太子，眼前之人也再也不是当年的那位公子。昨日不可追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谁说昨日不可追？区区一个男宠，太子殿下若是喜欢的话，我送你便是。行川向来不爱夺人所好，恐怕要辜负将军的美意了。美人儿，你今天状态很好啊。哎，不过你放心啊，我是肯定不会像沈长欢那样的，因为我舍不得杀你。美人？那当然，杀人可是要犯法的。九爷，你这祝孤生的气质可千万不要传给我们家美人啊。放心吧，有你在，你们家美人可孤不了生。得嘞，那个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好好聊。拜拜。苏九要叫我开玩笑，你别介意啊。没事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我是你们家的。对啊，不然呢？我想今天晚上我应该可以做个好梦。美人，你刚才不会是在撩我吧？晚安，明天见。苗姐，你干嘛呀？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呀？前两天还大神大神的叫着，现在直接叫上美人了。这么明显吗？当然明显了。你花之琴你们家美人啊，跟学校花痴那些乔校草没什么区别。乔一白那死面瘫怎么可能跟我们家美人小可爱比啊？既然小妮子春心动矣，就抓住青春的尾巴，好好在大学谈一场恋爱呗。
我就喜欢二次元，我就喜欢我们家美人。哎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去找你们家孙女聊天去，快快快，去去。哎，轰！喂，喂。两个月没见，干嘛去了？哪儿两个月没见啊？咱俩不是天天在线上见吗？那能一样吗？哎，晚上咱俩一块去吃饭啊！宝贝啊，最近不行，我要拍话剧。这次的迎新晚会跟中秋晚会合在一起，我们话剧社得准备一个大戏。来，给你。干嘛？还能干嘛？去拍军训宣传册。啊，我不去。托乔乔讨的福，宣传小队早已人满为患了，我才不去凑热闹。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任苗苗在飓风网都已经实习一个暑假了，你呢？作为咱们新闻系的大才女，到现在都没有实习，你好意思吗你？这次的宣传册就当是我布置给你的任务了，我也看看三年下来了，你到底学成什么样了？学姐，我不去行吗？不可以。作为你二次元的老大，三次元的学姐，我必须对你负责，你也必须要去。嗯。原地踏步，走！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两脚分开走，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腰要直，背要挺。不要正，很好，上去，就这样站二十分钟。连长，上去，连长。一、二、一，一、二、一，连长，加油，转，加油，转。欠我。看见，哈，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你记起来了？当然了，你不就是那天那个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吗？什么？赵小偷啊！乔教官那天见义勇为，我在场，我可是亲眼见证了乔教官光辉伟大的时刻。然后转，你叫我什么？乔教官啊？叫什么？教官啊，乔小唐，向右转，乔男神。邢川和几位士兵刚从射击实验场回来，就直奔膳房，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，还有说有笑的。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啊？竟然有鸡腿！看你们训练辛苦啊，特意让厨房给你加的。秦将军可真是体恤民情，我无以为报，要不我以身相许。许你大头鬼，来吃鸡腿。今天在靶场可把我练坏了，我足足拉了三个时辰的东西。上次你陪我练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喊累啊？那不是因为有你在吗？陪我们大将军练习啊，我就是练三天也不会觉得累。多吃点，来。
心